根据一份新的研究，美国民众不满工作的情绪正在降低，有接近半数的美国受访民众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。研究显示，约49%的上班族满意自己的工作，这已经也是从2005年以来工作幸福度调查获得的最好成绩。除此之外，根据经济咨商局最新的一项调查，人们对身边同事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。将近60%的民众说他们的同事很棒，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趣。不过，这并不代表美国人对工作完全满意，他们依然有一些抱怨，其中最多的就是公司如何处理晋升的问题。另外，超过75%的人表示对公司给予的奖金以及表现评估的流程并不满意。